午夜的台北，你的来电打断我的失眠，刚好没人约，那就今晚一起飞。 I feel like I can take it with shiny limelight chasing me. Ooh baby please don't play with me. Hold me tight, love me hard, I will let you in.打扫女佣哦，不要对我什么非分之想。果然是一尘不染，很好。你很变态哎，钥匙不会用自己的手？因为我不想脏了我的手。哇塞，你在找床伴呢？反正你不能在这边乱来啦，小姐，请你看清楚，这是交友软体，我在找房客。你在找房客？废话，不然怎么养你啊？拜托，我也是有在工作的，好吧？那好吧，我带你出去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脱下围裙了。奇怪，我上次网购的袜子放到哪里去了？在哪里呀？啊，在这里！啊，好可爱哟！客气你就好好，今天穿不伤好。你怎么没有敲门就跑进来啊？小姐，你脱个围裙要脱多久啊？还有，你现在是在卖袜子吗？拜托，这是时下最夯的 In Paris 袜袜耶。麻烦你以后不要用碟子跟我说话好吗？因为穿上这双舒服有趣、别具风格又有灵魂的袜袜，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啊。不过就是双袜子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不懂啦，像你这种有钱的冠老板怎么能体会我们小资女的小确幸呢？你说谁是冠老板？不然呢？才给那么一点点薪水，我现在连名牌包都买不起了，还好有 In Paris 娃娃抚慰我脆弱的小小心。好，就算你要买，有必要买这么多吗？现在网络上一双才99元耶，为了要省运费当然要多买几双啊。说你是冠老板你还不信，你不懂这些可爱娃娃的美妙之处。那你穿好了吗？出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过来干嘛？我准备了一个男款的袜子给你，那名字很可爱，像是兔火小怪兽，就当做新室友的礼物吧。嗯，你休想。哎呦，你就收下嘛，我特别买的耶。我不要，我送人家礼物哎。我不要啊。我们以后都要住在一起，那你就直接接受我的礼物吗？你还要逼我吗？你。出门了。you
远离尘嚣，能否找到零距离的白马王子？马子，我要找你的坐骑。我去找你睡觉抱抱吧。需要按摩吗？我很厉害的哦。好好的一个交友网站，就是被你们这些变态搞砸的啦！怎么都是这些人呢、啊？我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跟大家靠得太近嘛，才想要靠网络。怎么都是这些嘛？你看一下你的左手边，你的左手边呢，这里是天鹅湖，右手边呢是生态烤肉区，前方还有动物表演区，你要先记起来，以后如果有个人想看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带他们过去。老娘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懂你，否则以后绝对没有好日子过。的话，我是不会来救你的。拜托，这里有比你还熟好吗？少在那边自以为。老板，我们要不要坐个天鹅船再回去啊？我以前常常坐，哎，像这种户外的活动啊，对治疗那种人格分裂最有效。你说谁有人格分裂？什么？人格分裂？谁说的？没有啊。回去干活吧。记得这个人格分裂的家伙，有时候很呆萌，蛮可爱的、啊。哎，我可警告你哦，该不会怀疑我在汤里面下毒吧？我没有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原来是要强势他才会变回呆萌男呐、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水果放着就好了。怎么了吗？你要的水果，我限你3分钟以内吃完。你这什么口气啊？你有意见啊？没有。还敢废话这么多？限你3分钟以内吃完，计时开始。哦，是。这样才对嘛，这才是讨人喜欢的可爱小男宠啊。这么晚了，有谁会来啊？顾客啊。交友软体上的床伴。床伴吗？就有人一直想要上网找床伴呢、啊。你们这边是做那个？小姐，我好像来错地方了。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先离开好了。你不要靠近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习惯跟别人靠太近。你跟我说房间在哪里，我自己过去就好了。这个人怎么怪怪的？女生嘛，当然会怕遇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这里可是正经宿舍哎。结果你期待的辣妹床伴没有来，来了一个回收女。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我租客都来了，看来我要列一个
租屋守则才行。这里是侯霸天的度假宿舍，他呢就是我们的房东侯霸天。嗨，你好，叫我霸天就好。至于我呢，你可以叫我波儿姐就好了。波儿姐，宿舍呢有规范要遵守，这个是租屋守则。第一点，租客最多只能住八天。至于为什么只能住八天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房东叫八天的关系。不好意思。第二点，不准怪力乱神。第三点，晚上十点后不能出门，很危险。第四点，不准乱搞男女关系，要维持宿舍的单纯还有安全，知道吗？不准乱搞男女关系。那我如果在交友网站找到谈得来的男人怎么办呢？云清 ，Hello， 你有问题吗？哦，没事，真的哈。好，那再来。第五点，严禁偷拍。第六点，不准暗恋房东还有管家。再来，第七点，本宿舍提供三餐，但是你私人的食物呢可以放冰箱，不过一定要贴上自己的名字哦。请问那个我可不可以不供餐，然后餐费从房租扣除啊？那你平常都吃什么啊？哦，我都有买那个很大包的那个馒头跟包子，可以吃很久哎。哦，我之后放冰箱的话，我会填名字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好吧，那伙食费就从里面扣掉好了。啊，谢谢房东。嗯，谢谢波姐。那我去外面逛逛好了。是不是有洁癖啊？还随身带坐垫。可能你沙发擦不干净吧。最好是啊，我比你还爱干净好吗？爱干净就爱干净啊，这么凶干什么？因为你讲的话很扯。那波儿姐姐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把床单跟被单洗洗晾晾吗？洗，我洗。老板，后八天，要不是我老爸不在，还得揍。爸爸，我好想你哦，好想要你现在就在我身边。要鬼啊！哎，我的鼻子。哎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这么认真干嘛？人现在被吓死人，好不好？所以玩笑都不行哦，很痛哎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现在到底在干嘛？哦，我已经算出来了，你的第一宫本命是只蚊子，你交配后只能活八天。可怜啊，可怜你啊，你这是八天魔咒的凄惨遭遇。你交配后只能活八天，难怪你叫做猴八天，连租房子都只能租八天啊，原来你上辈子是一只蚊子啊。哎，你我是蚊子，你就是蛆啊，你全家都是蛆，你有蛆爸爸蛆妈妈，小蚊子爷爷。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小蚊子，这魔咒你得想办法破解，否则未来恐怕凶多吉少。是来租房子的啦？啊？看看有没有一些男网友比较正常好了，
有困难我养你。怎么都是这些不三不四的？到了，啊，到了。你是通灵还是观落阴啊？啊是，你不是人啊？这什么味道？好香哦。八天哥，天哥，八天，这女人怎么都怪怪的？